哇，好痛，痛到我想穿外套，好冷。就是上面用一点麻药，然后就直接一拉。你说先让先盘腿坐姿，让你的脚麻掉没感觉，然后再直接趴掉。你直接在上面绑橡皮筋比较快啊！等下整只拇指不见有没有？小狗小狗刚出生不是有的就是用橡皮筋让它自己跳？对啊，是绑尾巴。现在还是用橡皮筋吗？我不知道，不是直接剪掉吗？还有我听人家说就是绑到死那个神经死掉，然后就剪掉，很痛哎、欸。啊，没有，就是趁还小，没有感觉啊，只会啊啊阿伟的时候，阿伟，只会阿伟阿伟叫的时候就剪掉了。左边，等一下，我在塞珠子。阿伟，阿伟，我来哦。赖账，有赖账二啊。欸，他很贱啊！他的四等那一张只给两格超版的。我刚刚在找我的四等那一张，但是我们……哎、欸，不是都这样子吗？啊，不是那什么都是两格吗？对啊，我说他不给三格，很讨厌啊。哦，你是说没有耐战伤这样子吗？耐战伤。我等下就学，我等下就学节操了哦。我就在家里不出去了。哎，都在吗？好。我刚刚想到一件事，我们装了那个刚刚那个锁嘛，然后有登录卡片，可是，然后我们现在锁起来。放小，走喽。我奶奶他们还没有回来。那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就被关在外面。是哦，电话通哦。我讲丢出去哦，那呢？啊，为什么我突然被锁在家门外？啊，这又是什么啦？跟他讲，看到一个新的锁在上面。我没老人出呆啊，这问刀啊。趁大人不在，自己装锁吧。大人锁在外面。哇，你这是什么轻小说的剧情？轻小说的书名呢、欸？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装锁吧，大人锁在外面。是否搞错了什么？没有，没有搞错。少一个，完全正确。等一下，好像只有节操知道位置在哪里。走了，走了，他在上面。节操都不讲话。不讲话，直接是一个音乐被打。我想说怎么一个方向不对。在意识清醒的时候，把家人锁在外面，自己去找四套，不告诉队友，做错了什么？好了，到了。我也到。解操来吧。我还在车上，等我一下。啥？你还在车上？还在赶路啊？刚塞车啊？刚塞吗？对啦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我鬼人粉尘没杀到你啊，他不能满足啊。鬼人粉尘。我突然一瞬间忘记要怎么弄掉落物下来。哇哦！真的是哇哦哎！来打打打！喷喷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不喷，喷不出来，好烫好烫！蛋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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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快剑跑掉了！啊，我吃到！没事，好险，我有吃生命保险。哎、欸，哦，有吗？哦，有，我要拍他一下的时候，他突然转头。
血条现在很短。很短吗？你没吃命药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把体力拔掉，所以那一张。哦，可以啦。节操来了。刚刚他到了是吗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啊，越飞越高，够不到点标。刀。好。跑了！粘着石，奇面族。你是踢到军船后吗？哎、欸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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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军船。你很难沟通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说他很难聊天的。真的啊。咪，你在叫你家的猫？咪咪，不是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中瘴气了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喷喷，靠，吓死我！被断了，被断了。没事啊。我还是站远远的补好了。啊！哎，要踢掉。嗯。好火了。开眼吗？嗯，在这里。然后那个就没了。粘着弹。没上去。好了，他周围点了五芒星的火焰了。好。他出不去啊。出不去了，不是猫只要画一个圈，它在里面出不去了。哎呀！完了，它突破结界了啊！一定是因为要六芒星，来再点一个。喷喷！哦，等一下！哦，你看，你怎么被喷到了？要按反击防御，按错了，按到脱势了。我终于……他被炸晕了，被炸晕了。装备了新的头盔了，看起来很漂亮。他现在很开心。哎哎，去楼上见钟老师。对啊，应该是节操的那个吧？没有，他没有晕眩，应该是死了。失衡而已吧，不知道被谁弄的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不然就是内马尔了。踩到总火石，踩到总火石，哎呀，是真的很烫、欸。靠！来了来了来了，都可以撞了。打希特西，地上撒尖锐石没用啊。地上撒尖锐石就是把尖锐石中掉。哇哦！
有人中瘴气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谁？没有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看我在看你们血量，是没看到我自己血量。我想说你在耍我吗？没有没有。咦咦咪咪！咪咪！妈送你中火死，还有被笑，其实。哎呀！上车！倒了。他一听到上车就自己倒给你上，你看，来吧，多么的主动，哎，不能拒绝，只能躺着享受。这个是江江专有福利啊！哎，被断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四套躺在我床上。口味这么重吗？你也是不挑的哦。天降龙杀，找谁啊？我在捡毒剂。我还在那边边走边讲，好多毒剂可以捡啊，就冲上来。想不想更多？去床上找。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加水它就会粘在上面。大喷哦！哇！那鬼是？为什么有人这个时候用餐券呢？啊，我在吃饭呢。哎、欸，你在家里有？那、啊、我去补子弹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啊。Sorry， 还跑回去的。嗯。还有他。餐券达人。我刚才在想说，吃餐券，这个人是在我们的集会队伍里面吗？一看，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然后再看小地图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人在家里？我从拿不起的，剩不到十分钟了，各位。可以啦，我们还有钩爪。哎呀，我就不撞啦、啊，会不会上楼啊？会耶！他下来，他上楼下来。他哭了。哦，我也快哭了，好痛。我刚没有多剪掉喽。不对，我要怎么多剪？哎他怎么滚到我前面来？笑死哦！假的吗？他叫了。哎、欸，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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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真的。啊、你去你的，去你的，三场樵夫。我的僵直啊！他在僵啊！我在僵啊！欸、很烫啊！不要再喷了，好不好？大喷哦！完了，我开始酱油了。晕了。
小动物来啦！西明安安，小动物再次来啦！它有点臭。哦，好，我帮你喷香香。动物。我不要接！哎、欸，谢谢谢谢你让我播完它。喷！夺命一勾！哗！死了！哎呀！尾巴呢？来检查他的检查结石，又要检查结石，很好，他很常喝水，有多喝水，没有结石，很棒很棒。他喝水是喝得到肚子里的吗？喝得到。嗯，我不是挖他这边吗？他的嘴巴。可以啊，他不是两层吗？对啊。可是他有开洞。没有，他前面这个是为了抓住猎物，后面才是慢慢嚼。对，我以为两层都是空心。嗯，天空龙哎，生物学家就是不一样。对啊，我是眼科医生。我是眼科医生，专门看牙齿。对，然后专长是检查有没有结石。我下面在发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谁的卡称？那江江的吧？拔刀体准备，雷光二，哦，是雷光二。左下角应该是江江的屁股吧？沼气攻击组哪一种？我从我画面是看不出来你在哪里。啊！领取刻印的宝玉，解放珠。哦，四个奖励的岩杯，可是不能死。我办不到。这个真的有点难。欢迎楠楠，摸摸。再打一场十套先换只好了，打他好累。是，换个，等下再换个明波。有人吃生命保险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吃。我没有。没。对。我生命保险底下还附生物学者，看完美。瘴气有什么稀有生物？看一下哦。只有那个了吧？那只道标蜥蜴没了。没有啊，古代鱼啊，还有黑鸟。哦，这么好，要古代鱼。先找急躁蜻蜓大鲸，就已经抓了3只了。对，还有急躁蜻蜓要抓哎、欸，我的大鲸、急躁蜻蜓还没抓。B 图。调查。嗯，吃饭了吗？
吃啦、啊，吃的。我吃生命保险了，你可以吃别的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有餐票，一定是我还不太晚出来了。你还在研究屁股？我说屁股应该是你的吧？我是不知道。你有贴吗？我又删掉了。哦。要看吗？要。这是大赛亚人的视角。哪边？右下、啊？左下？左下，左下这个是 HTT 的吧？啊，是啊、哦。看到美尻跟一个盾牌，就知道是谁。那就是 HTT。看不成了。那、就是他的，我的是赤脚。哎、欸，简易啊！我靠！好，等你回来。啊？还是这么先走？我去看极昼星陨、啊。要下雨，要酸雨啊！要、啊、酸，不是狮套龙的时候已经有酸雨吗？有吗？没有吗？是吗？那我误会。不带，我要跟你。是在下酸雨没错啊。现在是在酸雨吗？没错，我现在感受到酸雨。那我去看一下。因为我记得是狮套龙的时候一定酸雨。啊、哦！有这回事。嗯，你才是生物小博士吧？是不是要等它更新啊？哎、欸，这边是有急躁蜻蜓啊，好像不是大鲸。哦，是急躁。营地爬上来，不是蓝色，有个急躁啦，但是不是应该不是大鲸。抓抓，只有破普通尺寸而已，没有大鲸。预兆，我是急躁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哦，有那边有一只，看到了，在那边。没有、啊。急躁。哦，没有大鲸。李红一击棒。阿波西说什么？走上来有十一号营地爬上来，这边也有一个急躁蜻蜓的点。哦。啊，他们的在哪里啊？下去就看得到了。那个地方应该是我知道的地方。因为我记得是那个钓鱼的点都会有一只。对。哪个钓鱼的点啊？就那个一堆黄金。有郡猪。猫的那个地方。猫的营地里面会有三个点。幸运的话会有三只，下面有低头那个是几兆？低头。哦，看到了。直接从这边抓就好了。抓空。哇，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黑的。啊，不是啊，龙在那边呢、啊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、啊，靠腰。啊，那走啊。好呀，我一直抓不到。郡主有忘记在哪里？没有，就是秘境，就是那个猫、啊、的那个、啊。钻洞要进去，要钻洞进去的那个。哦。这只也没有。我可以装它了吗？到了。给乱油，给乱油，好上。等一下，你头不要乱晃啊！等一下，你的头不要乱晃。灭龙石。啊，应该有吧。他又突然转了一下下。对，吓死我了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喝就是了，我喝。我刚没有不动一装就死掉了。很会喷呢、欸，哎呦！哎呀！
我突然找不到人了。黄，到，这个位置能撞吗？好像太中间没有红了，没跑了，没抓红了。